我有偌济真威，是迄个实力，我讲偌济真威。我伊讲会算啦吼，我问你，这人有当票韩国瑜无？无啊。这有人有法度当过韩国瑜无？无法度啊。嘿，有诶，金门诶，恁北部诶，甚至花莲、台东、屏东诶，吼，恁这农渔民朋友啊，恁听咧啊，用安尼在傲慢哦，实在讲起来伤过分啦。我大概跟你强调讲，死也有审判啊，恁这也要乌白讲，严重绝对拖来挂机啦。我直接要搁重申一下。铁杆感觉感动戴伟山议员，我希望你这两日下场你收队，这两日下场你收队，你这两日下场若无收队，坦白讲起，你来自高雄县，你来自县高雄市，你是高雄县民白票的主题，你拄仔当选了，你讲这什么话？农民、渔民、怪奇仔、果菜、蔬菜、稻米、果子，啊，这饲的农的鱼啊，猪。这你吃不到你啊，无你是拢吃美国的神丹你啊。你把这当作下战人，下战人，你的意义是代表啥？你安那解释都未清气啊！人阿听到农民甲渔民听到这，你就生气啦。这嘛要甲蔡政府你讲啦，你唔通要甲阮这农民串消息啦。我先甲你讲，互你听一下，大家真正看，你唔通用着钉人叉高遐，什么叫钉人叉高遐？这卡大钉咧叉高遐啦，有一只歪无？有一只歪无？钉人叉高遐，这嚼嚼啊死啦！你唔通要用迄个心态，我若袂，我你难通是要活落去？千万你唔能够用迄个心态，尽所有选民、所有全国的同胞拢用目睭直直看，看你到底要安怎做。还阁有耽误，时间无慢，时间真正无慢。你若认真要面对问题、针对问题，你解决问题，今仔日都唔是这个回事，今仔日唔是上擂台的问题，上起来要做啥货？专业你爱重视，道德、良心。你若家己本身你若做袂到，我坦白讲起，你换上嘛少想。你讲换上嘛少想，新鲜难求，无命囝啦。你若无够专业，你还做袂？你再有路无？你想要做，你嘛做袂好啦。民进党政府，你真正爱去思考，唔是阮今日去讲遮歹听话啦。我伫讲无好听，但你家己冷静想看卖，我予你一个真好一个期待。我对你嘛要有期待，要等我你好好啊做，认真想，认真听。认真甲咱高雄的居民，伊需要到底想的是想啥？认真想着北漂的主题，即个结果，家庭结果伊有偌痛苦，伊有偌痛苦，送啥物人要台风外去谈，去讨谈。那在家都要靠朋友咧，啊真正是即个社会，讲一句较歹听，真心朋友有几个？会当互你斗下手，还佫有偌济？靠咱家己咧拍拼，啊家己拍拼倒转来，佫无够通去饲个某，饲某饲囝，安尼袂足可怜吗？安尼敢袂足可怜吗？你倒不如好好啊协助高雄嘛，有高雄营造一个好环境起来，有高雄有一个较好会当落实安家立业的所在，这是我衷心的期待。我拢讲良心话啦，我拢讲天良话啦。我在想，因正将士所讲的这些代志哦，无非啦，我的预测啦，要协助农产品前进大陆啦，无要紧，好大立法委员恁来，总统你咧接定，腿也讲咧，宣布独立。叫小贺传播独立，农产品你甲围起来，鱼产品你甲围起来，好大叫小贺你甲抢落，唔通安尼啦！头我讲啊，讲顶人差到遐，招招我死啊！你唔通抱着一时之愤，你话袂落，你嘛就口开互人话。如果蔡总统啊，一只有嘴讲甲无烂啦，我先甲你讲呢，我下早七点就起来了，我已经只上节目上了，还阁做工过，明仔早六点到我都登到到眠床哦。明仔早到到眠床哦，这还阁足幸运，好甲再早眠有困，无进前遐代志个免讲，强强军大哥伊知我伫烧声，伊拢知我为什么烧声袂好，困袂好势。我为的是啥物货？我为的是要替这农民甲渔民讲遮实际工课，互你听。我有嘴讲甲无烂，要讲互你听，啊！你要阁继续听遐人讲遐话，真简单。我先伫遮甲你讲，真简单。你阁继续听遐人讲，你真正你俩也唔听，你的大小姐个性也也唔改。无要紧，人民可能会替你改。啊！我要先甲咱遮人民朋友，咱遮农民、渔民、弱势团体，我先甲你回一个歹势。张文山的能力对我一只尔。拄啊会当安尼尔，但只讲个骚声会当拖着我足忝的身躯，我无爬起来嘛袂使。我为虾米爱爬起来？我讲的是为我家己吗？我讲的难道是我家己在拍算吗？今仔日遐万五千万的人，今日你想的遐志工用伊家己上心慈悲的心，伊也无捏到一家个人的薪水。透早四点我开始无闲做甲，迄个头日头落山，人到半句的怨言，粪扫收甲好势好势，现场含到甲一滴粪扫都无。你。想袂到，这一万外的人，
我就拄仔在讲，要选一个立委，就无在了动员这人啊。嗯，卖阁讲动员，迄个自贡来，你要讲这话，离地良心你来帮的。你如果继续听信这些人，阁继续讲这黑白讲的话，我不爱讲什么人，我相信蔡总统，你足清楚。你若无爱认清这些事实，我真实在对你超过失望。我要讲这，就是对你有期望，也有寄望。我嘛无希望社会动荡，我嘛无希望社会乱，我嘛无希望社会不安。嗯，我干的想要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我足单纯的想法就是安尼尔。我当只讲个骚声也无用，我个讲个下狗也无路用。我会当求救，咱所有电视观众朋友，你搞一条观众，我会当做我这尔，剩的我无法度啊。剩的就爱蔡总统政府你去做，你唔通个怎会唔白？听的白到六倍，啊！你用唔用到人，你搁换一百个、换一千个都无路用。你行政院长换一百遍嘛无路用啊！到尾啊，也是只人民在受灾难，人民搁等我的呢，搁等我，这等我日子变哪过？嗯，你干那单纯一个外用零事件，这农民朋友损失有偌济？拍袂介绍过去遐物件，遐当要找。政府你家干的讲无加扣税金，无加扣税金，对啦，无扣税金，伊遐人就该死你。遐农产品遐介绍卖无够，你有想要补贴伊无？遐要找上帝，遐公平正义要找上帝啊！文山伯啊，哎，人民的心声，哎，这蓝绿之间好像根本都听不到嘛。啊，这个我看起来，我先安尼感觉吼，我个人讲我的直觉个吼，看头拄仔只蔡总统哦，哎，个头毛拍散哦，实在讲我那小可唔甘啦吼，啊，看到外观咧舞这个证明哦，证明运哟伊个运动啦吼。我就高声勉强说，我家己有当时啊，唔是蔡总统的本意，看起来是不是管这管袂调啊？这部会首长这本目前是不是都一团乱啦吼？嗯。可能什么人要坐江山也唔知道，后壁头家是啥嘛看无嘛吼？啊，可能虽然做虽然对着民进党目前，因为咧感受中算算也不一定稳赢啦。嗯。哦，啊，这只船已经得要派啊，得要破，当然有浮木沙的钱就紧嘛，紧紧啊，至少这只船卖要破。但是蔡英文是不是？有可能啦，我想个个人的看法啦，是不是不要离蔡英文离开这只船？因为你一船顶嘛，咱要做伙事的观念不得干嘛有嘛、嗯。另外一点看迄个国民党这个情形吼，我当咧讲吼，唔通进国民党哦，你茫松过头啦。我只讲白啦吼，讲白话啦，民进党做了无好啦，啊你国民党好伫对啊？嗯，你也甲百姓讲呢，唔是你讲好就好呢？对哦，你得要甲百姓讲讲啊，阮恁今日搞这选票，阮今日安怎做，回应去百姓的心上，嗯，互百姓有感受。韩国人真上重要的市场就是做这款嘛。坦白讲起来，真难规个高雄吃吃滚啊，真正强强滚起来，到底是韩本外地来，拢总一大堆，真高雄看到就是人，就是人。人得开始得伫高雄得刺激消费，啊，刺激消费走对对来。伊家己本身过去困真久，所有嘅经济伫即个物件过去白死死，有一真侪代志无被表现出来，未被透露出来，即个多借即个机会，大家拢牵连。而且人倒转来，因嘛要想看高雄到底为怎样会变即个状况，因嘛抱着好奇嘅心来看到高雄即个一切。当然。伫地方内底咧刺激，我但咧讲讲刺激消费，即咱即摆即个店家生意人小，迄个小吃摊贩者，我希望我拜托您哦，辛苦的心，卖个四季方面220块，这唔能够做，即个代志千千万万唔通做。咱正向时百姓悲哀咧，就是另类通货紧缩。啊，即个通货紧缩的情形哦，事实讲起来哦，这边讲个卡里丢加里迄个船长小将啊，等伊等到啊，唔过哦，等足济遍啊，等甲伊也听无啦。哦，蔡英文讲讲，恁若听了袂爽的，来转倒，啊，这转到啊，转到这边，转到我怎安才听无？比例讲，一个鱼肚汤啊，加一个肉燥饭，安尼100块来，比人讲来讲啊，你是得剩90块，头家10块欠的，这句话我看无啥物人敢讲出来，讲袂出来，10块欠的着，60块的便当的由来，毋是同款，毋是同款这款情形吗？产业这个物件本无就是一个固定比例分配。你一定要把产业，你一定要解释要非常的清清楚楚，哪一个到位？你无解大解释的话，真简单嘛，送加摕一地，送就是减碳一地嘛。啊，送减碳一地，每地摕出送出水，有当偷天的偷天，无当偷天爱家己咬家己呢？咬家己，家己的某囝内底，唔啊对咱过歹日子呢？啊，你甲想？庶民的经济为什么大官会唔知道？啊！你当年我就甲你讲嘛，坐咧下戏，倒咧困袂去，见想想过去，存讲存袂个钱嘛，无代无志啊！坐伫遐无代无志，伊唔下戏，无要怎啊？你要加掠三无小家呢？
啊，若想到大家在哎，物件在卖卖出去的时，啊，倒咧惨啊，困袂去，问啊，在这个官唔知够有通去做无？这个官位唔知够报会掉袂？当问啊，在叫在咧对一台电视台对一个名嘴是唔是？佮欠袂？欠欠的害啊！唔知问啊，在是唔是？佮成五年安尼方被辞职袂？更讲讲过去啦，那到选举就是二班的白色恐怖有诶无诶？种族意识所谓的情节对立，拢甲你挑起的。你这物件，你较留得留下，因安怎讲？这个物件都可以得到好处啊！这个物件可以得到选票，这个物件可以骗掉伊的政权，这个物件可以骗掉伊的职位，骗掉伊进政治整个的环境对伊本身营造有利的条件。你甲想讲，一直伫遮的工课，伫遮的恶性循环。大家讲头仔只，咱迄个好大讲的，你高雄的经济对当时开始歹，我相信各位拢总知。歹落的时阵，为什么爬袂起来？你都心肝头壳无想伫。够百姓嘛？你甲想着想着选票遐嘛？啊，而且搁讲到等下高雄过去就说恐怖、外恐怖，今日韩国人也无透过咱中天电视台啦。我想啦，伊含发声倒转到高雄的机会都做无啦。完全含发声倒转到高雄的机会都无。韩国，予你看到的是伊甘愿脱只脚、裤脚比起来，去甲你做伙。对啊，伊都毋是穿皮鞋。光伫伊身躯顶去，我看到，拄啊台湾政治历史上，拄啊我拄做囡仔屁的时，捌一个做蒋经国。再来就看到上宋楚瑜，迄、那个亲民的形态，互咱讲是讲过去迄、那个温暖感，咱百姓、咱农民，咱在艰苦的时阵，有人在甲关心，有人要听咱吐气。咱吐气，伊搁听有，伊搁讲的是要去想办法如何去解决，如何要甲咱的农业、渔业、要弱势团体这些工作，一目一目，一个环节一个环节，靠靠的做伙。为什么做势的？伊在每一条做势，人遐多。为什么遐个摊贩会为着甘愿予人开红灯的冒险，照常去卖一大堆物件？你个物件，你家想过去动员，我相信在台真侪国个咱民进党的前辈，过去在动员拍摄便当、矿泉水，转来当时还一个点心，一只游览车，一个人固定车长出嘴，这个工课拢固定。摊贩佮做有生意呢？啊，车顶去食饱，转来还佫有点心，人去得摊贩要得做生意。啊，摊贩想讲，啊，这个韩国佮烟头，烟头这就行。啊，这安尼叫人一堆叫来食，叫个无物件，转来咱转去袂出干辣椒吗？啊，这票是要对对的，啊惨啊！拄啊现实，拄好大家去想着食，大家迄个热情，你教我，你感动我，我感动伊，伊又执执又白，所以迄个效应是安尼来，唔是韩国有外劳啦。嘛唔是你政治所国民党，你啊头壳在想的是你国民党做外好啦，其实拢迄种唔是迄回事啊，迄个选民迄个心啊，迄感动的心，迄感动着。咱今仔日较有这个物件，较有法度，国民党较有法度摕到这个协助，这个市县市长的协助。你唔通爽过头呀！我是来得拜托的，有啦。国民党中生代哦，足侪足优秀，因家己本身有坚持，但是吼面顶遐人哦，你唔通坚守，想要阁想总统，想几年啊？你一家你都活袂好，你要哪治国个？用心做甲修身治天下，你有敢有你家己本身只做一个条件，你有具备？那有你过去个暑假遐几针，二零一四年你个暑假遐几针，你个政策就落实吗？你个政务官就在做你做个代志吗？你个效果达到够吗？这个代志你拢个家己想，你家己过去整理这个物件出，但是安尼比只，我也引申到只，就是你这个庶民经济六十块变动个时阵，理想观察的人，你有对事看到大无？原因是对对啦，阿袂在政治，阿袂在厌恶。我伫大咧讲明年啦，我直接通去甲你预测个，明年落去值得期待啊。后壁也毋是安尼尔，五六月石板这个代志，七板这个代志，两火板这个代志，落去有泰国咧威胁，两火板大陆无有呢？哪有呢？迄毋是恁的专利呢？迄绝对毋是恁的专利呢？当然，三百鱼最近这段时间哦，你啊小看介绍有较好介绍看，但是我嘛苦劝咱这个企业朋友，你目前先安尼看。渐渐啊看，唔是叫你唔通买呢，我咱照市场的机制去决定一切，依照市场机制去调整。咱甲在农委就遐看哦，前一两单前一两单，恁这个是上下唔赔啊，听赔甲你赔，你赔大无钱，走去市场在干涉人买股呀。你唔爱让市场去决定一切啊！我问你啦，你农民了的，渔民了的。你敢去甲救？你都唔想讲家如何把这个物件销出去？城里人都无平头嘛？对啊，城里人无平头，农民是当然感谢你啊！我唔知在家在讲鱼塘菜塘和政府做，鱼塘菜塘你无政府做，我讲这个做歹只，但这是做熟只咧。你物件无拢是政府，所以执政要让人民有感嘛？啊，你不就安尼？我选民
农民弱势团体选你要创哪？选你要解决问题啊！啊，无我选你要创哪？我这个选票都不是无目睭，啊，我从鸡巴干长尔，啊，巴干长你要变哪？好，这未来咱看啦。那个电价的趸购价居然5.8，明年要降下，现在这就要赶快叫厂商签约。你们那些渔温不是每天都要打胖包啊？主要要让那些鱼能够有那个氧气。可是电价到时候上涨，你们不是也很难活下去了？咸挨乐嘛，直接红坑蔡总统哦，咸挨乐嘛。您都不了解，自从您宣布未欠电，2016年摕到政权以后，一只水车的电钱起偌济？我已经伫节目上宣布过几啊遍啦，我嘛讲几啊遍啦，当即拍火讲话未使讲白贼啊，绝对未使讲白贼，死了绝对有审判。讲白贼，你若讲伤济，死了阎罗王绝对甲你拖去挂机。一只水车起偌济？过去1400块到1500块，因为一尾水车只3.5盎钱啊，3.5盎钱。但啊，改过去就是一只水车上高价1600块。即卖一只水车的电池到底有偌济？您请您的农官实际从迄个从事农业辅导单位，你来民间甲调查看卖一下吼，你来甲调查看卖一下。我甲你上做保守，上保守的估计，一只水车电池一个月2000二一个月，啊，一个月要2000二哦。你讲起偌济？起偌济？你甲你算，政府单位你阁继续麻木不仁，无要紧。我劝阁啊，防控你悬崖勒马的原因，就是伫遮后壁还阁热能呢，还阁核能无用，你要用光电呢？你要用光电，要阁包括风力发电呢？风力发电这些物件，你甲想会阁增加偌济成本，甲偌济负担？啊，阮拼这得要死，阮拼这要贵零。无肉万人大脚床，家己饲人袂饱，你阁叫人唔通去讨食？啊，你要叫这囡仔枵死命啊！遐个想到真正下骨，真正会硬呢。为什么说无肉万人大脚床？屁股没有肉，看到人家屁股长得很漂亮，说啊，那个叫做不是体格好，叫做屁股大，我在这边再重申，我没有歧视女性的意义，我只是一个形容，这是一个高渣位，只有这个企业位，也就是讲你饲人未饱，你阁兼未使叫你去讨趁，无迄种道理啦，绝对无迄种道理啦。你甲咧想讲，我一直咧强调，一直咧怨叹，怨叹什么？怨叹你过去农政单位，你到底是咧创什么货？你到底是咧创什么？刚刚中天电视台间咧报道过，我直接讲过，真正是咧乌仔送一尾40块，抽甲正是欢喜就欢喜淡淡。但是问题来啊，定个多一个礼拜，乌仔送抽甲做袂，你当然真欢喜我。我问你啊，这个物件过去为什么做甲涨甲5000块？囤一大堆，啊无人买。啊，有简单无？电视台报道出尔，一电单接走袂了。你讲，我讲安尼意思，你敢听？你无生产者伫源头先站出来，你只生理人，你通人，你着家该死。你要卖哪？迄款物件毋是用面粉做的呢？迄个是阮阿玲经过4-5个月对红红幼幼一直饲，一直培养呢。迄农民付出的心血有偌济？迄农民有偌艰苦伫因？我逐日讲要出去死一个，毋出去死一家，恁拢袂了解。你去乡内问看麦。你走去乡内问看，这农民到底，这渔民到底有偌辛苦、偌忝？雷公信哪一直假，雨一直落，农民若无走出去，只阮若迄个店无迄个走去，停电，阮若无上桌，伊也开胃，要倒摕来食，要倒摕来用啊，要倒摕来穿啊。恁当内底困觉，讲一句歹听，棉被夹夹嫌未够湿，冷气开到惊无够冷。你敢知影农民伫外口安怎好满满诶呢？可怜的，伫遐讲好啊啦，拜托天公伯，那个落来想着，心会酸呢。心真正足酸。对，我有经历过，我知影迄个痛苦，我真正了解咱渔民家己心中诶痛。整个环境过了，伊阁饲好势，伊兼阁卖无钱，啊！你甲想讲，即个渔民。你到底你这农政单位，你到底是把渔民当作是什么碗糕？当作西汤吗？欢喜尿紧的是摕来放放，阮家的过一日目所背饱，目睭皮就冷，安居乐业食饱困的去。我为什么佮讲到这激动？我一只成阮呼吁，咱只实际从事农政的单位，拜托喂，大家拢年轻，大家拢心肝目做，心肝真正目做。要做任何的代志，以前想起来想看嘛，我无管你牙香甲无牙香，牙头三只绝对有生命。恁真正是会当做一小步，这些农民，
这些渔民的感受，你敢知影真正有偌大？你敢知影真正有偌大？恁这将士，敢知影通悲哀？敢知影凄惨？这些农民甲渔民，我问你啊，阮这拼，阮是在拼什么？每年啦，我亲身伫地方得到消息，我有可怜无？我怨叹无？是，这将士外省话开始认真接落去的单啦。嗯，伊嘛是伊讲每年落去大少个，还有二万无？这渔民有凄惨无啊？我问你啊。对。这渔民饲饲的，真在等啥？真在等啥？无非为着要赚寡钱，等下饲我、饲囝、饲大细。真正时唔是，你这外销，真正时有开始，伊个在收这两东西，我无正暗的。自从这个代志，我这销售量大起来了，上加至少有二十个。我无讲，我无加讲的，即我要做外销。我讲来，一个理念，我哩，饲我大数理论。我讲，伊讲什么叫大数理论？我甲你。你爱甲农民、渔民当作一个树啊，无合作免讲。嗯，我五十几岁啊，我讲一世人，我只要做对一件代志就好，我唔免做足多。这件代志我做会得到，你都唔免甲我讲遐济，你外销偌济，订单偌济，我拢无要听你讲哪话，要讲来，是免哪照顾渔民。嗯，渔民免哪照顾，你甲我讲，你若袂去讲出一套所以然，我甲你合作要创啥？我为什么要甲你合作？对，我有欠钱，对，我爱钱。君主爱财，处之有道。你敢知恁大大老老的，我有法度去斗势无？我有法度说战舰无？我有法度去认证无？买啊，这物件是毋够走对财团去，走对领导单位，走去是毋是够好利的？够生意人？啊，这农民、渔民的生死，毋是够决定伫恁的手里。你若贪无钱，伊有法度财消费无？啊，是毋是也都？相对去压缩这些农民甲渔民，甲农政单位较想了想无，较讲了讲无，讲到要气死，讲到吵声到真正是袂好，我得强强点要无晒起来。内举不避亲啊，他的表姐啊，居然这李美珠啊，她简直就是那吴怡宁的2.0版。哎，温三杯啊，吴怡宁2.0版这样子上去，结果一天就下来了。哎，你看现在这个时候，民众的整个积怨跟不满已经到达了顶点啦。现在百姓哦，有一点点啊。期待就是讲，这无针对个人啦吼，一体全部适用啦吼。伊即摆百姓差不多是讲，千万搁上者的同款吼，唔一定得到加庆升天啊吼。会上枝头当凤凰，但是有一点你爱想，德配不配位，有德无？你有能力无？这个是重点。看到伊头仔只，咱这种单子咧背只吼，不胜枚举，我就简单做几个例来做比较啦吼。第一，一粒一小所造成的伤害。这敢讲难道你行政义务代志？嗯，一粒一小所造成的循环经济的崩盘，嘛会当讲造成今仔日韩国有嘅宣统，韩国有成功要拼经济的重点之一咯。这只是重点之一，这慢慢后壁环环相扣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李美珠当时可是为一粒一小这个强力的辩护哎。啊，都我也使得全力力挺的。我也使得讲哦，讲这款代志哦。这拢我讲录恁的节目，真了够硬啦，那无也无看哪份啦，都直接拄个卡本体来，就互你家己讲啦。啊，我这若讲无影，有大家大对敢吐槽啦。伊哩伊小姐来定，这造成生理人偌大伤害，这造成劳工朋友偌大伤害，自然无当趁食，自然你就无当消费，这做自然的代志。第二，我大家讲啊，我讲贺陈旦这个过去的交通部长，我即摆无爱骂吴鸿谋啦，我骂贺陈旦啦。你交通部长过去无唔得收镭一个，即摆中山哥你做你家看，二尖风丝单啦。大车小车，大家客客做伙，我相信啊，这个跟环保又有关系啊。咱落台这个环保署长啊，你讲到这个老车的问题，你敢知这偌严重？曾经有一个吊车的朋友去找我，我原本就是一台轻的车，老车，挂一台轻的车卖100多万啊，有啊，价值还够100多万。向阳，你讲老车爱淘汰，贵气的环保车以前爱淘汰，淘汰落，一只车一只35万，30万卖对。那么柬埔寨有诶无死啊？无我拄大堆啊，一只鸡现赚偌济钱，迄边阁管呢？结果后壁只钱，我存阮无100多万的价值啊。结果我存咧，一只车只存会当存30多万，啊，我要对提来赚。我得会晓驶吊车，啊，你40、50多岁啊，你叫我根本无控股你，我敢有够体力？我绝对做袂到，啊，而且阁无本事通去做头路，啊，存只35万，啊，我阁会当安怎？我又要阁好气好强，拢正正关正正只关系哦，这个不成问题啦，讲讲也袂了。为什么这个代志你过去带拢无爱思考好较好势？长期你等下有配得出来嘛？你去执政，你大家讲过去这个代志，我大家讲你头前看无，后壁
袂当回想，像这中午这个代志一定硬死伫遮嘛。下面的东，咱这个东西民朋友，这艰苦艰苦一堆，过去省一个遐偌济。我们的民众的纳税钱到哪里去了？哎，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这么多的钱呢？你看前瞻计划这补助啊，大同啊，再加上这个福华电啊，这样子加起来的话，可都是将近有4000万呢。如果4000万补助你们的渔温，那你们的这些上牌鱼不是变得更好了？现在这时候你们渔民有得到中央的政府的补助吗？你都有摸食个脏水，无摸食个欠腿啊，可怜啊！咱这东西面是用啊凄惨啊，4000万呐吼，刚才讲单纯4000万呐，这个恁补助任何单位哦，出政府恁补助任何单位，阮渔民甲农民，阮袂怨叹啊，阮嘛无就，阮嘛无就给人怨叹，恁变啊讲咩啊？算了算了，我对哇，啊无你是变怎嘛？吼，阮农民渔民到底无资格同伊怨叹，但是阮农民渔民这边目前上怨叹的就是来。这就做韩国也都迄个选举的时，就做白玉萝卜在美容的啦。啊，美容的白玉萝卜，白玉萝卜加白玉苦瓜啦吼。嗯。啊，这我今日多加多好，这新名牌款啦，我嘛唔知要讲这个议题啦。嗯，你这个今天带过来的？今天带过来的，啊、才从高雄带过来的。对对对，所以因为吼，今有广告选你，所以我改用塑胶的，我录起来，我无我无标示啊吼。可以送给许立明，因为他不知道有白玉萝卜。啊，这个物件吼，等下吼，等下吼，我甲恁讲吼，恁哎，这样子直接可以吃啊？会再加？绝对会再加，绝对会再加。会再加？只要吼拿破一模呀，有志哥来行啊，那破一模。哎，王大伯，让我打开了哦。哎，哎，在吃。哦，就胖哎。佮真正有菜头味啊！佮那蘸，你刚我讲完，你听你食看有脆无？嗯，真正佮脆。好食。啊，你那菜头哦，贵点哦，你多。吃起来甜甜的，而且味道好香啊。对啊，还有没有那个？还没有那个菜头的辛辣味。有那个菜头辛辣味啊。对对。对啊。啊，这囡仔买只呢，因为哎，这个因为韩总才红的。可能也是啦，但是白玉萝卜在咱咱。它在美浓本来就是美浓的配料就袂歹啊。美浓就是那个小番茄嘛，蜜香桥、沉香跟蜜香小番茄跟这个白玉萝卜。你刚你等，所以12月1日我们都会去美浓，就是泡椒拔萝卜这样子。我跟讲熟的去啦吼，对，我咧讲万丹就是万丹家啦吼。这个白玉萝卜，我对头讲过，我讲说第一对较无礼貌，那属实避免广告嫌疑啦吼。我先安尼讲啦吼。这得打我的万谈的嘛，我的万谈讲哦，高手在民间嘛。嗯，你敢用一条菜头，你叫囡仔给你吃菜头，囡仔要给你吃，我头壳靠你泼你做球，谈得到可能啊？因为菜头会臭钱啊，无好吃，无好吃，白吃无味啊。啊，囡仔得爱吃，这好吃啊，这得好吃啊。啊，你讲你这条物件叫骗囡啊，骗囡啊，什么意思？你一定要经过加工加制作，但是这是有，这无毒的啊。嗯，这是咱传统古早老祖先的智慧，加来的手露菜啊。嗯，这不是这样呢。后壁要我讲讲正正讲的讲，往来豆腐啊、笋啊、酱啦，有诶无诶，也搁有泡菜。嗯，介侪呢，这歌手拢伫民间练呢，歌手拢为着咱的农业产业，包括阮沙白鱼诶鱼诶干，包括阮沙白鱼诶加工品，包括鲈鱼，有诶无，种种这种加工品。石目鱼也可以做鱼干哦，鱼诶干。鱼诶干，迄个鱼诶干，坦白讲起来未够够好诶。迄个鱼诶干，哎，我你讲我无骗你，爱翻土。嗯，那无翻没有预定的话，你买未到，你袂当买。买不到的，你保证袂当买。嗯，我伫台咧讲哦，我伫万谈就是万谈就咧食啦。你太无爱去辅助咱的农民、咱的渔民，甚至真正做加工单位。嗯，加工单位就变做你这个物件在量上的时，这个物件甲延长保存期限啊，这个物件你量你要甲地块，你市场要甲铺开，你要甲分配位置，要那销量会侪啦。菜头单纯买当下要分解排骨汤啦，你青椒来食无？啊，这歹势是先青椒就会食一啦。也用途是不是更广泛？是不是产品的价值是不是提升起来？对啊，而且汤淋水也不错。你看我现在吃了就觉得这个哎、啊，还有没有？还不会有辛辣味，更别怪怪。啊，我来跟你讲，这包蛋你要上我咱的制作单位吃，恁大爸把它提出来分来吃，等一下就分光了。以后没关系，以后哪有需要，然后我搁加炸瓜等下给恁吃，我要跟推广阮高雄的农产品啦。含这个时阵就咧拍广告啦，吼。嗯。坦白讲起来，我拄啊尽这个责任了。我讲我56岁，我一生中干咧做一件代志，做到倒啊。我的农民，我的渔民的需求，我若真的有那种解决，安尼我这世人活了就有够啊！我活到几岁，我跟这个工课我做啊做会好，安尼我对我的祖先也拢有交代。草地人袂去想遐济啦，啊，这个物件就你对咱草地人做实的，烫只脚无读册，伊就想会够啦。我唔是我这唔是咧形容讲咱的草地人拢无读册，唔是安尼，绝对蛮误会，蛮断章取义。我是咧讲，连咱的农民都想会够，连咱的渔民都想会够，想要去制作，要去加工。高进将士，你农委会，恁高进将士，林崇贤换掉去啊！好，讲到这，伊个要考验要搁请起来，林崇贤换掉啊！啊，恁即只啊死鬼上啊！你只啊死鬼上啊！你即个冷链系统，你敢做哩桃园，你搁敢做哩江华，分林这种哪会？
分林你从哪？我问你，分林是不是全台湾正做大上大蔬菜集散地？你应该做个分林无？嘉义嘛会使，嘉义你住南北中心地点，你再无去考虑遮，你为什么又搁去考虑着糖？你刚才讲爱得中华，还搁差不多还可以啊？啊，你糖糖是得考虑啥？你这条钱搁投资落去糖林，啊，你是要叫这南部这人物件拢搬搬去糖林？啊，免钱吗？免运金哦？啊，运金免增加农渔民的成本吗？啊，而且迄个保鲜度送去到遐个物件，加一只咧加工差偌济？对啊。天差地别，又搁是这个项目又搁来。我就是讲啦，讲到这個，我就严格都感觉严实。你得辅助分散合集，把这个物件伊个销路搁铺开。从面，从我讲个菜头，唔是青啊，唔是一定煮汤，唔是买两个滚排骨，唔是安尼第只只啦，唔是安尼啊。伊两做菜头生意，还搁有种菜菜头签煮糜。这种总会做一个物件，这种等加工起来物件，会当保鲜延长伊个使用物件。嗯，我做实个呢，我卖鱼个呢，我头壳个我安尼想。但你也有想到农产品怎么做、啊？我上简单的想，上简单的逻辑，就去做这个摊位，啊，这开偌济？嗯，8800亿，我跟你讲，唔免你一拍80亿得。对。80亿，我唔免讲一定伫阮高雄，嘉义，你伫云林以南，你就要开始甲做投射的，会当做偌济厂，会当辅助偌济产业，这个摊位。你拄着用兵前去侦查一时，拄着咧两相个时要带来几排，拢几排加工起来，炖起来，延长伊个期限会使袂？敢袂使？大家迄个市场咧小讲，真正讲是以前伊人咧讲个，伊在斗卖高丽菜。你敢知影高雄市政府今摆摆人伫块在发高丽菜？嗯，伫个川办公室在发高丽菜，迄到底送发来我嘛唔知，啊就是川办公室在凤山发高丽菜，啊敢有必要做甲遐可怜？敢有必要做甲呢？遐农民敢需要你安尼？农民希望个是怎个？趁我种，我上甘心咩？我物件卖出去，人收到的，希望背后有够好食，物件鲜搁赞，你敢知影感动到六十岁老了？唔是因为我赚钱多，赚钱少钱，是因为我的物件人有认定我，人肯定我。当然嘛，有人对咱家己本身提点，咱会改改进，咱这一定爱甲细节多些，因甲咱发家个出缺点起来，咱爱品质再更加严谨的把关再审了。对，这我拢上头拢爱感谢，你讲我好，我嘛甲你感动。对，讲我歹，我嘛真心地咧。这个物件是阮家己本身做业者一种。我讲抬头生意有人做啊，了钱生意绝对无人做。商机在哪里？生意人就在哪里啦、嗯。我经常在说，我这无读册，无读偌济册，我就过很三个区块，再让我一分钟讲完。嗯、三个区块，盘商、生产者、到末端消费者，谁多拿一块，谁就少拿一块啦，这固定的啦。这都唔免特个讲伤济啦，啊！我阁讲到等下韩国这两支的选举偌大，韩国的泡菜袂讲偌好，价袂讲偌安尼真好，咱的泡菜一定会输伊吗？嗯，咱的泡菜一定会无竞争力吗？过去你政府都无在推动，你都无出去比，你含比都敢唔敢跟人比？你连比都不敢去跟人家比，你连想都不敢跟人家想，啊你！你农政单位是你创啥物？对，至少出去试看卖嘛，袂使等个纠正个概念嘛。敢唔是安尼吗？敢有讲咱即逝出去袂使判死刑，后壁台湾哪点话？唔是安尼吧？袂使出去，你即只有做就有机会嘛，代志都有做就有机会，无做你就拢唔免敲电话啊啦，完全唔免联络啊啦。有做就有机会，你得认真去做，做偌济算偌济拢无要紧。你嘛讲一本机做一成事，我呛你咧讲这讲这都无意义。你若单单去做，你只要有做，你只要有做，农民渔民就是会感受。你只你都完全拢唔做嘛？我咧甲你讲这上实咧，韩国的泡菜一定赢恁偌济吗？啊！咱敢要走去韩国甲你卖泡菜？我当时会当走百分之百。啊！韩国的泡菜品相卖咱够好个，韩国泡菜品相卖到变变叫，人遐有故事性，有主图性。你过去安怎做，人伊安怎引导，因家己本身就会变入去嘛。人就是发觉先机，迄就是做代志有用心无嘛？有看重点无嘛？有要去做无嘛？你取这决心啊！啊！你高度你一直看袂得个，你但讲啊，种菜从民众一走高丽菜，当种六七一年收六七几，袂使种橄榄，袂使种高丽菜，我你骗鬼！文山妹，干脆不要做。可是这钱急照拿，钱照拿啊！这个处长会16啊，这边呢要编4亿啊。但这个钱如果给你来推广渔获的话，你划不划意啊？唔通好过啊！我你唔通害我，因为我伫个关啊。你啊，要安尼就叫两届啊！你唔通叫我。但系迄个客人啊，台湾交工我错嘛错死。迄个，但是相对面有看到啦吼，替咱只农民甲渔民哦。包括咱只弱势团体啦吼，坦白讲起来，刚才看到政府钱安尼开啦吼，受得心内真悲哀啦。你讲台语这个物件，你要安怎做？我甲国庆兄同款抱着相同的态度。为啥要你的台语尊重你，尊重你。嗯，照顾族群要平衡，这我拢尊重你。但是
是不是这爱做甲雨露均沾？啊，钱不是安尼买啦。450亿，8000、8800亿，我讲啊，摕80亿出来做农，伊个农业发展基金、渔业发展基金，这个钱偌好用啊？钱啥咧乱弹，钱啥咧乱压？讲真的啦，讲到这吼，电视台我都借这个机会吼，替咱这农民、替咱这渔民朋友吼，替咱这弱势团体特别啊，甲咱中天电视台做一个感谢啦吼。我唔是讲别个电视台歹啦，但是有优良的啦，吼。什么物件拢其来有志啦，有一名有二名啦。今仔日唔是中天电视台报过这报过这代志，今仔日那唔是有一挂较有良知的官商，三百天两礼拜起十块，你讲个贵听贵嘛唔是？啊，今仔日若无把这个事实报告给全国的咱的朋友知影，啊，伊嘛唔知影讲高丽菜有当做偌济物件呢？我今仔日炸炸一罐泡菜了，结果半路食了了呀。迄安怎呢？迄拄啊生的未发烧以前，国庆安尼知啦。迄泡菜拄啊生的，切切做我食。迄罐规罐拢是爆啦。迄个汤汁个通倒出来，我甲你讲，迄个滚鸡滚鸭啦，啊淀粉汁迄个滚滚粉汁滚板架啦，还佫会当炊鱼，佫烤肉啦。咖啡过了。你看这用途有偌济咧？啊，我这个卡西啊，我这个唔捌一块石啊，我倒要分钱。这唔知去甲这个物件拢分配好稀稀嘛？高丽菜会滞销，你都无去想到，伊个出多买开袂滞销。你唔知等去平衡遐个代志，你还佮钱啥咧乌白乱开，无唔对啦。好啦，你促进代志，我敢咧感谢下你啦。哦，啊，这个钱恁开有哪有利啦？但是平衡嘛，平衡嘛，你有需要的，你倒去尽量开嘛。像咱恁来甲恁这個国家的钱当做是你家己的钱，我相信这个钱你用袂落啊。对。将心比心嘛，唔是家己的囡仔啦，放屁就当得大，别人的放屁，囡仔放屁就肠仔在烂啦，别人的囝死不了啦，唔是这种心态啦，袂使安尼去想这母这代志，你也想着讲这钱是你的啦，你今日个假使我多执政，你做总统讲一句较歹听，就算遐人真正无当乎你啦，卖讲过去农民、渔民是拢你的政乱啦。农民渔民过去就是你民进党的政乱，你伫民进党，你伫讲农民渔民得到偌济好处？一只弱势团体得到偌济好处？你今日有这个身份甲地位，你竟然陪阮王总甲这个物件拢袂记得掉？我得大家讲一个代志上事实的，什么人替你民进党拍拼？国庆啊，你上清楚，徐明德关几档的乌龙？结果你安怎对待徐明德？你要阁叫百姓相信你民进党？你要阁叫百姓相信你当初的民进党是为国为民在拍拼？迄款代志，你看真百姓敢戆啊敢念头？你从这个钱无当作家己钱在压，当无当作家己的钱在开，我只请问你啦，这个效果成果会走对堆出来？当然你无结论、无效果、无成果的物件，讲一句敢唔好听的，你都无去思考，你都无去解决到民生的问题，啊，怎选你的政府是要创啥货？选你这个政府到底是要来，或者败家，要来害家？但是我甲你相信，我甲你保证。蔡英文总统，你好好啊想嘛，唔是遐个人转互你就会对啦。啊，你唔通想要三脚蹲啦。你正我拄啊打在想，我讲你拄啊唔通打要三脚蹲啦。韩国唔是迄个卡潲啦，韩国唔是清清采采啦。你想讲用三脚蹲，你家己本身34%的民进党基本盘就会当选，代志已经唔是迄回事啦。代志绝对唔是迄回事啦，百姓拢知影啦。我打在讲这句目刀皮啦，顶目睭皮就连这个代志真，所有百姓拢足清楚啊。那地啊吼，那有地钱啦，人善哦含鬼都惊啦，好嘢就专心做啊。我那地啊若无钱，大家都想想话，讲一句歹听，这个要过来借钱啊，惨啊！看到这关关紧关咧，关咧关咧，这秘书去看到鬼同款。我嘛无钱通借，借借我问下在要倒摕来开，都唔是我唔交这个兵啊。事实都是这回事啊。你若还阁未精神呐，台湾的百姓还阁苦足久个啦。台湾的百姓唔是安尼尔啦，啊，就算啦算啦，啊，咱也算啦算掉啊。啊！这四年、这四冬、这届四冬，嘛是要用做好完。啊！你啊，我啊拜托你，台湾的百姓无通阁互你安尼阁吞煞吞，阁互你磨损落啊！这一天一天好，唔是韩国就袂使做总统啦。我大概咧讲过啦，唔是安尼啦。大家拢有机会通阁去想，讲我要为我的生活家己较好过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啦。啊！我的日子要安怎较好过？我要找到人嘛，我要找到晓讲换家嘛。你若袂晓拍算，我做败家嘛。啊，败家你我这辈一定是妻离子散，这个家庭就分崩离析，一定大家散股散了了。啊，我今日讲这句唔是要害韩国的，我特地讲讲，你若该承担，你就是爱承担。但是韩国你做，你放心大胆去做，就是你的承诺，你一定要放手去做。
你唔嘛无放手去做，你阁有所顾忌，啊，阁夹过去国民党拢设想，嗯，夹过去国民党完全拢中设想，国民党要阁失败，赶快，你韩国四年赶快这个机会呢，作为韩文公投，赶紧支持，高雄市民支持你277万的市民，给你这边机会了，嗯，给你这边机会了，这边机会你会当做大未？这边机会你会当进前甲退2300万人去拍仗未？这边机会你会当进前甲退咱所有里外伫国外，咱只可怜的台商，只伫只有路无厝，行未转来只个人，你是不是要去承担无？你家己去思考好势。文山北在今天的时候，他带了渔获在那个地方，他要做什么？他要来拔鱼刺给我们看，因为最主要，他说这些鱼要新鲜，马上处理完，马上飞机送出去。哎，国外的这些个买家就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鱼获了。文山北来告诉我们吧。你讲啊，全国的朋友哦，大家好哦，大家晚安啊，真辛苦啦吼，来到我现场咯，因为知影我身体即阵啊坐高铁坐到袂堪的，啊，因为呢。啊，三百二，坦白讲起来吼，人上诟病的就是讲伊非常的好食，啊，但是饲真高。啊，咱的业者呢，啊，今仔日已经有法度研发加一尾全部222斤饲的鱼啊，三百二的抽甲无半项。但是好的品种吼，嘛是要好的营销管道吼，当然提升这个产品的价值性。就是用上紧的速度，把咱的机会送到着咱消费者的手中吼。韩国的今仔日，甲大家又要做伙来拼，含冰冻者就是贵吼，伊只要多应征着。咱上期人一句话啦吼，我做12月赛趟哦，有得进出来拢真拼，拢全部拢爱拼好价格吼。我先来示范哦，今天这条石目鱼哦，啊我们夫妻联手啦吼，我先做大部分的解剖啊，幼齿的部分哦，左人目睭啊，金银鱼吼，迄个查甫人若在那年岁若济咯，啊在家身份就日日加啦哈，啊而且拜托阮太太吼，啊大大伊吼，因为伊目睭啊金，啊我就较无啊多，咱做阮太太去金哦，啊伊个。韩冰哥吼，会当检验啦吼，你食着迄个敢有饲啊哈？我即摆现在处理啦哈。来，我即来只落刀啦吼，安尼镜头看清楚无吼？嗯，吼，安尼镜头看清楚啦吼。伊即个一定啊贴在骨边面吼，顺着这，顺着骨边一直落来，因为这你若支持肉条愈少，等下咧饲咧扣愈清气，吼。这样就给它破冰起来了哦。这粒不得大呢，唔能这样呢。我有讲过几啊遍啊呢。嗯，这摆厉害哦，技术你也看，这块咸呢，这块尾也袂断去，皮条的，过来看到无？有。所以这摆规尾拢袂落去。但为啥不？你这个动作蛮快的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卖鱼啊，你唔信？哦，从几只夹起来哦，好、哦，从几夹夹掉。啊，即摆来吼，饲的分布吼，夹头翕一个吼，夹头翕一个。饲的分布就是遮一排，遮嘛一排，啊，遮一排，目肚边的饲，遮个一排，遮有做排骨的饲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来我就慢慢吼，我先把这个排骨的饲先挑起来，啊，等下阮太太甲慢慢来去。那个文山北，现在这个时候鱼刺已经拔好了。哎，文山北，来说一下吧，你现在这个时候鱼刺这么快就拔好了？你有快无？这手头的这头啊吼，这用到要食饭，这来夹一个这吼，袂法多夹甜呢。这所有出单拢出伫镜头啊，袂灵呢。嗯，啊，不得过吼，阮这这条特那个海边的人吼，佮会堪要食苦啊，无要紧啊。但是吼，阮这人努力、这辛苦付出吼，我嘛是希望有关的单位吼。拜托您哦，唔通逢寒必反呐吼！韩国嘅是要过奖人嘅巴肚，啊你唔通逢寒必反。啊那讲呢，人韩国人也退出来，啊你就甲肯，啊你甲肯到尾啊，你真正回去做总统嘅话吼。嗯。我讲坦白讲啦吼，唔是无机会啦，唔是真正唔是无机会啦吼。啊我一只嘛要呼吁咱政府当局吼，活在当下。就吃这尾沙白鱼安尼，活在当下。是哦。你有法度是讲过去沙白鱼食到无？大家无半句词，敢有可能？啊，对，活生生直接呈现安尼。啊，这个画面中我看到这么多的刺哦，一条鱼里面你们就把它取出这么多刺，但那个鱼肉都没有烂掉，哎，还是弄得水当当，哎。哎，没啦，你甲看，你甲看，这边个成青呢。你前面那个盘子上面的刺，就是刚刚这十几分钟拔下来的200多根刺啊，是不是？这你甲看哦，这你们看这呢？这一排哦，这一边24斤呢，
两边就48斤呢，啊，这够幼齿呢，嗯，这还够幼齿呢，啊，这你甲看这哦，这迄个卡车边的钱，我头下给大家看哦，这有开车呢，嗯，哎、欸，这头前这有开车呢，嗯，你我甲把这起来，你就看有啊。这不是一几年呢？你敢看无？这么多根啊！这后边面这都开车呢，哎，这后边开车呢，这你得给切掉一支，就变几落支呢？嗯，所以圣牌仪它本身200多根刺，就这么多的刺在上面，担心你们花个10多分钟就把这些刺全部都取掉了。哦，有，我看到啊，是，哎，哎，好，看到了哈。哦，有，有。安尼看到啦吼，有啊，有看到，有看到。咱有关单位啦吼，即，吼，呼吁有关单位尽量跟咱韩国合作啦吼，唔通和咱韩国吼，即系美梦哦。恁唔通含做梦啊，惊啦！安尼是要哪跟人做亲情？